到时候为什么没有亲自出来说明我身体的健康，但是我刚才已经跟各位报告过，我一向认为这个是属于我个人隐私的问题，我没有必要特别去解释。但实在是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这个政论的名嘴的话，不断的这个提出一些他们想当然了的看法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今天有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。那刚才有记者问到我说，对于名嘴这样天天在电视上这样的一个说明，我个人的处置方式怎么样？其实我很早，因为长期下来，就已经内化成了，当作是替我消业障。